看了吧。我第一次遇到一个韩国女团里的印度成员。又到了一年一度韩国校庆的日子，每个学校都会请很多韩国明星过来演出，被老张拉过来说可以带我去后台，并且还要给我介绍一个非常漂亮的印度成员。然后我就看到了 XE 演出前正在准备的aria，真的很漂亮，第一眼就被她吸引住了。脸好小呀，这身材比例也太好了吧。这还现场唱了一段，大家觉得她唱的怎么样？